は混沌であって、闇が支援の面にあり、あなたは言われた、光あれ。こうして光が立った。その光をよしとし、光と闇に分けられた。光を昼と呼び、闇を夜と呼ばれた。我
想的小小愿望，我知道那个不简单，爸爸说只要有恒心事情会不一样。我的小小愿望，我知道那个不简单，妈妈说只要肯努力事情会不一样。小小愿望，我要当画家，我要为天空画上一道大彩虹。我的小小愿望，我知道那个不简单，爸爸说只要有恒心事情会不一样。我的小小愿望，我知道那个不简单，妈说只要肯努力事情会不一样。我的小小愿望，我的小小愿望，我的小小愿望，我知道那可不简单，妈妈说只要肯努力事情会不一样。我有一个小小愿望，我要当魔术师，魔发变变变，实现每个人的